之前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想说，哦，我们这次会唱哪一首歌，哪一首歌，然后他现场就说，好，那你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可能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结果他一听，哎，是这首歌吗？怎么跟那个 CD 不一样？不一样。然后等到歌快唱完了，才发现，哦，是这首，因为我们前面全都改过。然后前整段两分多钟，其实听不出来是哪一首歌，对啊。其实我们没有很多太批判的角度去看，我们只是提一些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个主题，对。真的不要那么认真，真的不要那么认真，对，大家听歌就好了。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们根本都没听歌。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音乐站，让我们欢迎特别来宾 Chicken Cheeks。嗨，要不要先各自介绍一下？嗨，我是 Chicken Cheeks 的主唱 Katina。啊，我是合成器手小鸡。就这样吗？就是。当初见到你们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在河海音乐季的时候。哦，海洋音乐季。对，那时候你有来哦。有，那时候我在现场，然后我就听到偶然听到你们这样。哎，那时候我们专辑发了吗？那时候是六月，六月还是好像去年七月吗？七月底左右，好像是。你算是还在我发专辑之前就关注了，对对对。那要不要先来谈谈你们的音乐风格好了？因为这张其实还蛮酷的，是你们自己的音乐风格，好像有电子嘛，然后当然也有爵士。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就还蛮特别。应该是说这一张专辑做了很久，做太久了，所以我们就是每一个时期都有想要做的风格，这边说这一张专辑好像就会有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对不对？对。你为什么想要加爵士的东西？应该是说一开始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那时候比较电子东西听比较多，然后后来玩一玩之后就觉得自己又开始想要把一些比较爵士一点的东西，但是我们这边严格来说不是爵士，只是说有一点比较。跟电子不一样的东西，对，放进去里面，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专辑歌已经做了，对，来不及了，所以你只能想要把自己想要的东西看可以怎么放进去，在那时候是这样子啊，对啊，所以才会出现有一点点电子的感觉，然后可是好像又跟一般的电子不太一样，对啊，其实也蛮就是也融合了蛮多元素在里面。对，而且我们的现场跟专辑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以编曲上来说，因为到现场的时候，就是想要做现场的时候，又想要做的东西又不一样，对，很善变的一个团。就是对，因为都会有新的东西想要放进去，然后有一些专辑做完的当下，然后隔一个月发现，哎呀，来不及，然后就把它放在现场。对，所以其实现场观众是有福利的，就可以听到比较不一样的变化在上面。之前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想说，哦，我们这次会唱哪一首歌，哪一首歌，然后他现场就说，好，那你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可能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结果他一听，哎，是这首歌吗？怎么跟那个 CD 不一样？不一样。然后等到歌快唱完了，才发现，哦，是这首，因为我们前面全都改过，然后前整段两分多钟，其实听不出来是哪一首歌。对。里面出现的东西其实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可能跟。他的兴趣或他的身份就是他外国人吗？对，从哪里来的那个文化，对，我们都把它放在里面。对，还有猫啊，对，猫什么的，这样，因为作弊的广东话是出猫，就是猫走出来的，对，所以一个猫走出来，对，猫走出来。麻将就纯粹是他的兴趣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在做专辑的时候。他有时候话都是打麻将，我就跟他吵架，就为了这个事情吵架，因为我在家里在那边弄歌，然后他在那边打麻将，对，所以我就把这东西放在里面了。打麻将没有不好，我只是说对我那时候在做这东西的时候啊，对他的切到顺序很奇怪，他是麻将放在最前面，然后麻将可以放松心情，然后可以激发你的脑袋创作是更不一样的，是这样吗？然后它里面的放大镜也是一样，它是围绕着作弊去。设计的，对，因为作弊就是字很小嘛，那些小抄，所以我们就里面的东西把它设计成小抄的样子，歌词本设计成小抄，然后帮你附上一个放大镜，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是整张专辑其实真的围绕着作弊两个字，就 beat maker 两个字去完成了，看起来完全是一个
不相关的东西，但其实真的是同，我们花蛮多时间在设计这一个专辑的，包括这个概念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美术，其实我们真的花蛮多时间，可能比做音乐还要花时间。对，那这些，因为其实还有英文，还有中文，这样你们是怎么样分配的？应该是说，因为有一些歌，就像之前说的，他的一个写的时间不一样。那可能比较前期的歌可能是他写的，那他写的歌可能是用一些乐理的东西去写，那有时候写出来，因为他会有语言的问题，有一些中文跟英文的那一些都不太一样，对文法啊什么，对文法，还有你的可能中文就比较一颗一颗比较多，那英文是连接的，那他刚好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写的歌就是又有一点，各都每个都有一点，所以就想哎、欸，那这样子干脆中英文都写进去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有一些就是觉得好像用中文去填又不对，用英文去填又不对，就是干脆把它混合在一起。它是有名的历史的，你不能侮辱它。可是我们又不是侮辱它，我们没有侮辱它。其实我觉得不是侮辱的意思，其实就只我们只是想要表达出一个，有些看起来是好的东西，它不见得是好的；有些看起来不好的东西，它也不见得是不好的。因为这有时候就是谁写那个历史课本，谁决定什么事情。我们是想要表达这个东西，对，因为我们从小都念他的作品嘛，在国文课本都有啊，对啊，觉得哎、欸，他是一个就是诗人，对，然后你就想要多知道他诗人之外的身份，对，那觉得哇，蛮精彩的，然后蛮精彩就觉得哎、欸，怎么就是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些事情，对啊，其实我们没有很多太批判的角度去看，我们只是。提一些不同的角度 去切入这个主题，真的不要那么认真，真的不要那么认真，对，大家听歌就好了。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们根本都没听歌，他们根本就是看到徐志摩三个字，他也许想要找徐志摩的歌来听，那诗歌来听，就发现点进去什么是这种风格，什么叫徐志摩自摸什么东西，所以先我去听歌再留言，真的好，那我来做总结喽。好，好，那。等一下，我突然好，最后喜欢 Chicken Chicks 的朋友们呢，可以到哪里可以支持你们呢？可以在很多实体通路上可以买到我们专辑啊，然后 Apple Music、Spotify、KKBOX 可以下载我们的歌，然后像脸书啊、IG 也就是搜寻 CNC 或是中文饥渴，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专业对，就可以 follow 我们的消息，follow 他们，对，就知道什么时候演出。好，然后最后就这样，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Yeah.